好，我今天带大家吃一家阳朔当地的特色餐厅，它叫比尤鱼，非常之好吃，还有它家豆腐荔浦芋头。啊，走，咱们去。他家的环境一般，可是呢口味是正宗的，因为他们家开的是肉丝起司。起司 ，cheers。哎，起司，起司。起司儿。起司任呐。油麦菜。这个店开了多久了？16年了，17年了。啊？说17年了。17年。啊。哇塞，太好吃了。超嫩，超嫩，好吃。是荔浦芋头。荔浦芋头。哇塞！我受不了。一次性扫光。